然穿着这个红色的衣服，把自己身心清空。哭完之后又发现便秘了，现在是往医院途中。想用，不管。为什么有人找厕所这么找的？拿是两张。哭完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晕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好重啊！我的哥，哇！Hello QQ 音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KY。虽然穿着这个红色的衣服，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，边跳边唱的，就带着爱意的看着。网吧的电脑，网吧的电脑，网吧的电脑，然后网恋，有一对情侣在这里，这个好难编啊！然后看到旁边有一对情侣在歪嘴打游戏，他很生气，打游戏怎么可以歪嘴？他那个情侣突然间闹矛盾，然后闹分手，然后心碎了，然后那个男生就跑去练瑜伽，想要把自己身心清空。然后那个女生选择去看了电影，哦，然后他们看电影，他发现那个电影院写禁止吸烟，禁止吸烟。但是呢，他之前吸了一根被发现，罚了钱。罚了钱之后，他觉得很不甘心，立马就觉得应该放松心情，于是买了去马尔代夫的票，就准备去度假。结果呢，被车撞了，被车撞了，在去的路上被撞了，然后呢，现在送往医院去。然后医生给他开了药，他吃吐了，吃吐了，吐完之后又发现便秘了。然后他便秘是很难过，然后他一找厕所就忘了带纸，然后就回去拿。找厕所那个是怎么体现的？那个去找厕所啊。为什么有人找厕所这么找的？因为他急呀。好吧。回去的路上遇到一个老巫婆，老巫婆帮他占卜一下哪里有厕所。然后他到了厕所之后，发现四个坑位都有人。接下来请欣赏 SKY 表情管理的参差特辑。那就还有一个坑，他看到没有人，然后很开心。然后他上完厕所过后，然后呢，在病床上醒来，自己醒在病床上，然后窗外的一束阳光打在他的身上啊。然后他醒了过后，外面被迷变了，然后他睡了。变了的医生，厕所奇遇记，理智感测，比较的清澈。我是新婚大本营，可以选一个人。你是有反弹吗？我不行。你超喜欢他是吧？对。那你们俩得还一个反弹。那我可以把他反弹到别的地方。我要牺牲办法。你先选择一个成员对他使用。不是，你说他用就知道，没有用。煮完了。你这两张收回去好吗？红线最多，金钟罩不用抽啊。他抽到几个金钟罩？我十七张。你十七张？九十。郭正你几张？十六张。你多少张？十五张。没有，你看我说你多少张？我也十五张。对啊。两张。我能报吗？林杰多少张？一张。我拿是两张，我七张的。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，等，快撤！大家好，也罢，这我应该是不要也罢，幸亏没有赢。哎呀，我给坑！哎呦，我给坑！哎呦，郭振的迷惑行为大赏。第一个，我想谁抱谁呢？林墨抱人鱼吧。那你看看。打开五千。哎呀，等一下，说有点晕啊！等一下，我好晕啊！等一下，你才是王牌飞行人。够了。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做俯卧撑是吧？昨夜做俯卧撑吧，好吧。昨夜做的话，西卡你坐上去吧，轻一点。你坐上去。
我坐就我坐嘛。我磕了。你好重啊！搞错了，再来。二一走。假坐假坐。郭靖也很累。哇，这游戏四。然后第三个是气球是吧？浑轩害怕气球，就浑轩和林墨吧。浑轩和林墨吧。我害怕气球，就我来算了。人影人影，看到这一幕，你有想说些什么吗？好想说。你想放放屁股来，放屁股。我们背对背拥抱。大家想办法吧。他吹爆，直接爆他。不是我害怕，我害怕。我靠，可以，你谁敢对我撒娇？你知道我的麦克，你知道我的麦克，可以了。让我满意为止。我看你别继续，我觉得没到位。我觉得不行啊。国振哥，好，第五个好像小迪，林墨，你帮他。这个哪边是正？你俩穿半天还没穿好，穿反了吧？没反，你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现在围裙，今天刚好扎了小辫子，好适合。可爱，搞乱他，放后面。哇，让我想起了哪吒，真的是。QQ 音乐让生活充满音乐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KY 王牌飞行员，申请出战。聆听我们的音乐故事，就在乐间大牌。打开 QQ 音乐，搜索 SKY 天空少年，点击关注按钮，就可以获取我们的新歌和专访视频。